在我面前打他，什么脸色？你不要骗我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干嘛？什么？打他，太老了，太粗老了。在我面前动手动脚，然后踢谁啊？我打他，在我面前打他，什么脸色？你不要骗我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看嘛，什么？打他，太粗老了，太粗老了。给蒋明于现场协助发放爱心便当，因领取人蔡明已领取过一个便当，又前来领取第二个，双方因口角引发推挤，经员警及时制止，后续因双方情绪激动恐再爆发冲突，故将双方带反锁反束，视双方情绪缓和平稳，让局等离去。